第四题，永兴和恩家约在士林捷运站东方600公尺处的全联福利中心门口碰面，此叙述中的参考点为下列何者？参考点就是基准点，那我们距离 A 多远的地方，那我们 A 就是我们的参考点，那我们约在士林捷运站东方600公尺处，所以我们的士林捷运站就是我们的参考点。第四题问我们说，此叙述中的参考点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士林捷运站。